大家好，我是 SH48 Team S2 的温晶杰，我是草莓温晶晶，我的眼睛亮晶晶，对，就是我的 catchphrase， 相信大家已经很熟悉了。这次参加了 SH48 的第一届总选举，我觉得非常的荣幸，当然也非常的紧张，也不是很有信心，因为毕竟我们来了这么一定时间，也没有积累很多的人气，但是我希望就是在以后的路上有大家的陪伴，毕竟进来是一件非常荣幸的事情，而且也非常幸运，非常的像梦一场，所以我的家人其实不是很支持，我希望能够通过这一次来证明自己，能够让他们觉得我是可以的，也想让自己更有信心，所以非常希望大家能够支持我。从一开始和二期生一起训练，到后来加入了 S 队，真的是一种非常艰难的人生转折，毕竟要从一开始什么都不知道，然后就要跟上前辈的步伐，真的是非常的困难，但是我相信我能够克服这个困难，就一定能够成功的，所以希望大家能够支持我，能够让我让我的家人能够看到我是一个很了不起的温晶杰，是一个能够让大家骄傲的偶像，也希望大家像这颗草莓一样永远的红红火火，这么可爱，耶、yeah!